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你们又再回来我的频道了。那么这次的开箱是周杰伦的模型，就是by Toyman 的。说这个是他的外盒，他这边是有磁铁的，所以开关是有磁铁吸着。那么这个就是它的限量卡，这个是铁制作的，铁做的。然后我拿的号码是215，它完全是铁，所以拿起来是很有质感的。它是 MC Super Toy 还有 Toyman 做的。那么我就拿起来，它里面还有一层。第一层就是卡了，那么这个就是它的箱，里面就是有杰伦，还有它的奶茶，珍珠奶茶。这个是附送的另一个外套，粉红色外套，还有里面的裤。那么这边还有附送几样手，他的手有几样，握拳手，然后这个是拿东西的，如果你有双截棍可以给他拿。然后他的上色的细节是很真的，包括他的手的跟也可以看到。再来的手，另外一个手是毕业给过的。都做得很精致哦。就在另外一边呢，也是有握拳的手，所以你会看到他的跟他手的跟。接下来就是也是属于拿东西的手款，然后这个是比心给心的手款 ，Be Love。然后你们要留意一下的指甲哈，尽量做给它上色，透明色给它闪亮，比较真实一点。然后看得比较真。然后就另外一边是张开的手。那么我们就看回杰伦的模型，这个是杰伦的模型，可以看到他的皮肤那洞口也做出来，还有他脸上的那个字。再来就是他的外套，他的外套做的也是很精致，跟真的一比一样。这件是 fantasy 的，里面这件是 fantasy 的。然后每个角度都很像周杰伦，他的外套里面也是有那个设计，看到吗？里面也是有的。裤子，然后鞋子，那么我就把它从盒子里面拿出来，比较容易解说。反而也是看得更加清楚。
它的整体的上色不错，这只是我看到最像的周杰伦模型，所以我就决定买了。当初看的照片，衣服也是很多细节衣服，它衣服的细节，看它，它的布料是那种运动装的布料，然后衣领里面也是有的，再来后面的艾弗森也是石油，这边的首领也是有 zip， 也是有 zip。然后我们再看下半身的裤子，裤子就是简单又漂亮又质感的裤，有一点闪闪发亮的裤。然后唯一的就是没有袜子，到时候我有多余的袜子我就给它穿上去，它会比较好看。说到鞋子的部位部分，这个鞋子也是做得很精致，它有 Nike 的勾勾，然后鞋的颜色都是一层一层的做上去的，蓝色在里面，红色在外面，橙色，然后 orange 色，再来鞋的后面， Nike 的字眼也是放上去了。再看回鞋子，鞋底它也是有做出来， Nike 的鞋底，所以你们觉得这次的开箱如何？这绝对是地表最强的周杰伦啊，暂时就是现在啊，2021年，那么这个衣服就是里面是滑面的，外面是好像那种金色的闪亮闪亮的粉红内裤 Calvin Klein。那么还没有解说这个奶茶，这个奶茶呢就是这样的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在车上所以拍了有点不是很好，所以它的奶茶是很小，然后有磨叽的，然后里面的珍珠都很真实，它的饮料水草，那么就这次的开箱就到这里吧，好吗？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，谢谢你们的观赏，谢谢你们的看到这里，然后谢谢你们支持。